动物园在九月初发现团团在身体的照养过程当中，可能比较嗜睡，或者吃东西跟排泄都没有像以前的状态，所以引起同仁的注意之后呢，我们同仁就特别针对猫熊馆里面的监视器的影像能够去做追踪。透过追踪发现，在今年度的8月23号，团团出现疑似癫痫症状，大概时间有3分钟左右。另外呢，也在30号跟31号有相对比较短暂疑似癫痫的一个状态，但是时间都非常的短。的一个治疗方针的话，就是以主要控制它的癫痫不要再发生为主，后续我们也会再进行一个追踪的一个处理。